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行尸走肉史城啊，那一样呢，继续破我们的线下来的关卡哈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稍微领一下钱啊，领一下手榴弹啊。每次上来领钱都有一种莫名的爽感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接下来是要存个200万买这一把。好，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只好慢慢的继续打了。哦，到后面这是什么大老鼠是吧？我今天应该有可能可以打到这边吧？有没有办法？52关打到66关，应该是可以吧？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来吧，一样是在这个地方啊。老鼠变多了，僵尸的动作也变快了。真的变快了，不是我讲。有点稍微难度增加了，大概又多了一层的难度啊！而且现在每一场都给10000多块，其实这样子换算的话，20万其实也不会太难啦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凑到20万了吧？啊，老鼠跑过来了，我真心觉得这把不好用，你要瞄得很准有点困难，尤其是太远的时候。我好想换武器哦，我可以不要拿散弹枪吗？这种散弹枪不好瞄准，真的不是很好瞄准啊。我说，因为它的准心不是这种标记，它是要在刮弧内的正中心才会一击必杀啊。什么？我靠，开枪嘞！哎，大大，不要啊，走开啊！真的是莫名其妙。啊，每一场都10000多，好爽啊！又是蝙蝠，啊，这个位置刚好可以一击必杀，偏掉就没有了。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！哦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！哇，太多啦！尴尬喽！哦，这要瞄好准了，有点难。成绩越来越不好了。那我回去换点8的会比较好一点啊。真心觉得，等下回去看一下好了。还有吗？蝙蝠。解决了，也要12000啊！可是差好多，这个280，这个散弹伤害就1200。我觉得啦，他这个武器的伤害悬殊做太大了，这样子没有办法让我们想要用回以前的武器，你知道吗？像我想要回头用双枪，可是看他伤害只有90，我就软掉了，好讨厌啊！这个强制要你用原本的，就是强制要你用新武器啊，我觉得不是很好。他的武器应该可以就是多样化一点，不是，应该不是说多样化，可逆性，你懂吗？对不对？不要就是很单纯就一种而已啊，对啊，单纯只有一种。至少还可以让我们想说回去换一下武器，不然就出个武器合成，武器合成系统，是不是？两把，把不要的武器拿来做合成，该有多好啊！然后这个又都乱跳，超难秒的。那个老鼠移动速度真的很讨厌，左跳右跳根本打不到，完全是故意来着的啊。准备要打完了，下一局刚好我带手榴弹，应该是可以啊。哇，一次打两颗头，有那么厉害 ？Triple kill，
Oh no! Oh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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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边的连杀打起来蛮爽的，14000啊，准备要打王了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榴弹丢啊，看那只大老鼠从哪边出现啊，要不要先丢呢？出来出来了，先丢一下好了。哎，走路好慢哦，哎，怎么没丢到？可恶，这个距离，哇，浪费了，哈哈哈，哪有理由碰到天花板会爆炸啦？不是这样判定的吧？完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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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了！救救我，我救我！完了，完了！不要 ！No！ 啊这！哎哎，要怎么用？哦 ，Stop！ 哦，他这次的反制效果不一样哎，之前是滑来滑去。他就是选到那个正确的线上啊，不一样不一样，又来又来又来了 ，No， Star Good， 啊，就可以把它弹很远这样子，我血好多、哦，然后就要赢了要赢了要赢了 ，Yes。结束。哦哦，可以可以换武器了，换武器换武器了。哦耶哦耶，装填时间先升一下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啊、哦，伤害、子弹数量，好，竞技场。这次我要拿什么武器呢？一样是打老鼠啊、哦。哦，扳手哥，拿扳手打、啊。哎、欸，它上面其实有那个数量限制，59只。我怎么可能59只全部打完啦、啊？第七只我就死掉啦、啊。这个不可能打得完的吧？我觉得。对啊。哦，新武器，新武器。怎么越来越宽了？这个准心，这是哪里？哎呦喂啊！伤害够，伤害够！哎、欸，撞子弹好快哦！哦，哎呦，哎呦喂啊！不要过来啊、哦！哎、欸，那个卡在那边了、欸，他怎么卡在那个墙壁上面啊？卡掉啊呢？哎，对哦，回去一下，升一下这个准度。嘟嘟嘟嘟。哦，原来我这把枪有击退效果，还不错啊！哎呦呀，哼，越近伤害越高啊！哦耶，哦耶。哦，射到炸烂的，射到油桶爆炸了，这么酷！哦耶，升满了，我们剩子弹数量，来吧，继续继续，哇，我们可以打到64关呢！来啊，越近我伤，又有谁咬我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该死的老鼠！哦，你把那个准心点满，那个准心的间距越近啊，方便更好瞄准，有没有？这只感觉比上一把还要强，强太多了啊！我觉得65关，今天可以打到75吧？我觉得啦，依照这种速度来看的话，没问题。75关绰绰有余，哦呀！哎、欸，咬屁咬啊！再咬我就生气了、
17000啊，最后再升攻击力好了。哦，狙击要保护小宝宝。我觉得他这个玩到后面都差不多呢，只是怪物种类出场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啊，像是这个的话，欸，为什么不能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Triple kill。卖过来哦。太远了，射不到。哇，好多好多！哦，赢了赢了赢了 ，Model Kill！ 好，居然有92%的命中率，我还蛮强的。夜升满了，下一把是什么？40万。我觉得这种40万啦，啊，因为可能是打王给的，打王可能就给个20万，有没有？那又可以换一把新的，我觉得啦。蜘蛛，哇，这边居然开始有蜘蛛了，开始有蜘蛛了，欸，蜘蛛来袭。欸，我这次没有受伤，不错。下一把这一把应该是巫之冲锋枪，那看起来像巫之吧，我应该没有念错吧，巫之，而且是消音的那一种。哦呦，这么近哦，原来我们这么近这样子，麦香吗？你以为你在喝麦香奶茶是不是？会不会到后面的武器逆天到随便打随便过啊？至少我认为我现在还蛮逆天的啊，光是这一把就一路打到底了，好不好？完全没有想要停手的样子，没有这个想法，完全没有想要停手的想法，是吧？我是觉得他怪出来的速度太慢了，不够刺激。好不好？要不要来一个进阶版本的？对不对？数量太少了，一关的数量太少了，不够刺激，不行不行，请给我一点刺激的，拜托！啊，比如说各种贴脸的蝙蝠之类的，但是看来没有。远远距离就一发挂了，干小三小，可恶！结束 ，so easy。虽然我没有腿，虽然我没有腿腿，怎样获得成就？第70关的关卡，这个是竞技场。今天这一集打好快哦！蜘蛛，我拿什么？野战小刀，我甲我甲我甲，可以防御吗？不行，我甲，戳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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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过来，我一定会被咬啊，这没办法挡的啊！获得21000，我已经有100000了，72关。搞不好今天还可以打到这边的 BOSS 哦，有可能。我们今天只冲 BOSS 好了。我血是不是变多了？哎！可以啦，我觉得可以。马上打到 BOSS 关卡，速度快一点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会出现新的敌人，不会这么单纯，就只有这种而已。我
快点啦、啊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不要再躲啦，动作太慢了，跟不上我，不配做我的敌人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只猪哎，打那个猪没有用，有没有可以打一点彩蛋之类的？结束，再来，给我更多，给我更多，哦，这还有路线图哎。我觉得小品游戏虽然它还蛮一致，又有老鼠出现了。我觉得它虽然蛮一致的啦，但是怎么说，就是打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爽快的感觉。应该归功于它这个枪支打到敌人会有一种掉落的，就是尸块飞散的感觉，会有那种打击感。所以说导致于比较不会那么烦闷啦。哎、欸，迈过来啊！结束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弄死你！下一关。哦呦，好快啊！76了。我这个总共有几发？16发散弹，可以啊。啾啾啾！哎哎哎哎哎！啾啾，轻轻松松，不拖泥带水，纯粹，非常的纯粹，就是射。这边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转个弯那里突然开枪，好吧，不要这样吓老人家好不好？老人家的心脏不是很好啊，求你了，别吓我。太远伤害好低哦，伤害就已经够低了，射他们还有击退效果，其实感觉有点怪怪的。因为越近伤害越高嘛，啊、你把它射下来之后，你把它射飞之后伤害就变低。啊，按错了。那我觉得他们过来一点好了。哦，太过来了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油桶不见了，被他吃掉了。然后就赢了。我们现在多少了？25万，这多少？40。关底 BOSS 打完应该就可以买武器了，不用担心，关底 BOSS 打完就可以了。摸六个哟。母汤啊，母汤，哥哥母汤啊，哥哥，不要啊，退这么远啊，哥哥，结束 ，BOSS 战来了，剩下27万，我们其实有钱可以买炸弹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可以买狙击枪子弹？还可以买补血的，这是什么啊？强化弹吗？买一个来玩看看好了，虽然不知道可以干嘛就是了。打。哦，换一把狙击出来啊？我觉得不需要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不需要，而且一把就几千块啊，一颗就几千块，好贵啊。啊，不是说有 BOSS 吗？后面又追加三个，哦呦，地震了，要掀天花板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好像是地表哦。
哦 ，Holy shit！ 又用滑鼠把它点掉。我刚刚狙击枪瞬间把它给那个狙击子弹瞬间射出去了。Oh no！ 不要！不要！哥哥！可恶，我没有手榴弹。去死吧 ！Oh no! Oh no! 打不打得赢啊？可以打脚吗？打身体而已，他头已经裂掉了。哦，死吧！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他咬我一下5D 嘛，我大概可以消他10%的血量，然后再被他咬一下，不止哦，消他20%的血量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，快点！好硬哦，这一只 ，yes， 大成功，那什么可以买新武器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40万？哇，没钱了啊！哈哈哈哈，没钱，好吧，今天呢就先玩到这里结束了哈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从81关开始继续。哇，我们居然玩到80关，好多、哦，好吧。死城差不多这一集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快下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行尸走肉死城再见了，拜拜。